日嘅 ET 个股推介咧，就系华润电力8365。经济日报嘅投资热话组拣选原因系受惠于全球积极减碳，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。新能源股好似系风电、太阳能等嘅相关板块，年内表现出众。咁中长期嚟睇，仍然具有投资价值嘅股份，首选华润电力。咁润电嘅风电啦、太阳能电站业务增长强劲，今年头九个月附属电厂累计售电量按年增加18.7%，其中附属风电场累计售电量增加超过5.5%，太阳能电站累计售电量增加大约62%嘅。咁就润电目前呈现三角形待破形态，策略上建议喺18.5附近吸纳作中线嘅部署，目标咧先睇22.7啦，跌穿17元就减持嘅。好啦。